多谢大家过来。我伫遮要uncle， 无 uncle， 我伫遮小可甲大家给大家一个作业啊，给大家一个作业。最近我有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资料，就是郑南榕先生回信给国际特赦组织。在1989年的时候回给他，因为那个时候全世界的国际人权组织都在关切这个案子，那发现了这个珍贵的资料，非常感动。因为我现在是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的会长，我一直不知道，我跟郑南榕先生可以在我的工作上面也有一些关系。在这边要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，国际特赦组织在台南也有小组，在后火车站的 Masa Loft， 大家如果有空的话，你要支持台湾的人权运动，支持全世界受迫害的人，请到后火车站的 Masa Loft 加入国际特赦组织台南小组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希望赶快回来台南。我想大家。